那咱俩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欢迎我厦门哥、树叶哥，感谢我厦门树叶哥。哥，你怎么也是我娶我回家了？我今天，哈哈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有人争我。哈哈，哈哈，哈哈。感谢我厦门树叶哥，谢谢你。怎么给我且保上哥姐们都点点关注，喜欢招招也给招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是个小心点子。我的妈呀，大爷你真有钱啊！喜欢招招哥姐们给招招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对，送个小心点子，欢迎我阿拉丁哥，一人送一个小心就可以。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，我不信我直播间里老是这种胡咧咧的吗？你也太厉害了，有人争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。我的天哪，你已经把我打到广东第一名了，过年来北京。你先把你假牙邮过来吧，我先帮你洗洗假牙吧。你刷我，你跟我支持我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你先把你假牙邮过来，我先闻闻味儿。没有，我是想知道你身上老人味有多大。没有，开个玩笑。开玩笑。我没有，官方给我推流了，是不是大爷把我打上那个广东第一名了？打到广东第一名，是不是官方就推我了？就格外推一点。大爷，你先把你假牙拐杖邮过来，我假牙是黄金啊，那黄金跟了你这么久，也有你也有味儿的，你邮过来让我闻闻味儿先，看能不能接受。没事，你邮过来之后，我把你那个假牙放到锅上面去蒸，蒸完拿个吸管浓缩一下啊，浓缩一下，闻闻你原来的味道。我也知道你也喜欢我，我也不知道我喜不喜欢你，反正我现在想闻闻味儿，看看有没有老人味儿，多大，我能不能接受。顺丰不敢收，敢收啊，可以收的。对，喜欢招招哥姐们给招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点赞就可以了，别收小的大礼物了，不用收小的大礼物了。整的我，你这样子我真的很那什么，我真的很害羞嘞。你是北京人吗？这些小，你们怎么老是说这种话呢？我会拿着大爷的假牙去刷马，去用马桶去刷大爷的假牙吗？怎么老是说这种话？我有这么坏吗？你们怎么老是瞎说？我只是想让大爷邮过来闻闻味儿，看老人味儿多浓。我怎么可能去拿什么刷马桶的去刷假牙吗？我有这么坏啊？来北京吗？你是北京哪里人啊，小张？你知道我还真叫我叫小张。你还没说你没有老年斑。那老年斑，有没有老人斑？他是跟翠花一起的。我跟翠花一起的。我们没有。你有疮吗？你又没有疮、听说七八十岁都有疮。
就脸上就老年斑，就一块一块的就有疮，你有吗？喜欢昭昭哥姐们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点赞，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。我不信我直播间里全部是说这种话的人吗？瀑布大不知道。有痔疮。啊。你有痔疮啊。你割了没啊？有没有割啊？喜欢昭昭哥姐们，给昭昭队送一颗小心，对，就送一颗小心，点赞，点点小昭比这耳朵，马上就快200,000赞了。你有，你有说你有痔疮。没割吗？你是内痔还是外痔啊？外痔的话要割，内痔的话很痛。喜欢昭昭哥姐们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点赞。大爷，你怎么一直说我这个？我都害羞了，都害羞了。怎么给榜上各大爷都点点关注？哇，我直播间得7000个人了，我的妈呀！的妈呀！喜欢昭昭哥姐们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我给大家发个福袋吧，也没币了。谢谢大爷。谢谢俊哥送热气球，感谢俊哥。一年一次手术，那你这个疮，痔疮有点严重，你不要吃辣的。那你走楼是不是叉着腿走啊？我没得过痔疮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走路是不是把腿岔开走吧？好丑啊！我没得过痔疮，我真的不知道得痔疮了是不是把腿夹着走路啊？是不是这样？谢谢军哥，感谢军哥，咱们给军哥也点点关注。军哥你是哪里？感谢军哥。我的妈呀，大爷，你把我打到广东已经第一名了，我的天哪！喜欢昭昭哥姐们都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就可以了。那我跟你在一起，我是不是还要搀着你走路啊？你怎么不割呢？有痔疮不割？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昭点个，我天哪，大爷真的送了很多了，真的。感谢军哥，谢谢军哥。我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挣我？之前怎么就没有啊？今天怎么这么多人争我呀？我有点慌啊。不适合我。感谢军哥。
你把你窗痔疮给割下吧，要不然把痔疮给割下，我还可以考虑一下，要不然老有疮，又会脓又流血。割一下吧，不然的话你要流就流血。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就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点赞。我是河南人，我来自河南，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，我也不知道。打个 PK 还是不打了吧。喜欢昭昭给昭昭一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。我的天哪，大爷，我又没有打 PK， 我还没打 PK 呢，你怎么送我这么多？你怎么这么支持我？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咱们给榜上哥也点点关注，喜欢昭一人送个小心点赞，帮昭昭一点个免费的关注哈。强哥要连我，跟我走吧。你痔疮你都不割一割，痔疮割一下嘛，比我大这么多就算了，别到时候我是个女生，你来的力气比我都多。谢谢军哥，割一下吧。那个痔疮会流血的，你不割的话，到时候比我一个女生来例假都来的都多。实话，我说是实话嘛。我的天哪！谢谢军哥，感谢大爷，怎么回事？现在没了，好了。你刚刚说你一年犯一次，一年长一次疮。我不想 PK。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对，一人点个十下赞吧，一人点个十下赞，帮帮昭昭破一个20万。痔疮是弄不好的，你割呀，你痔疮你不割的话就耷拉，就你不割的话你就坐那儿在那就摩擦摩擦又破了就会脓。火旺又来了，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一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。我的天哪，怎么这么多啊。喜欢昭昭队给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点赞就可以。可以打架，我不想打，我不知道找谁打。哇，1点钟了，2点钟了，我也快到下播的时候了。大爷，你这样我真的是，我的天哪，我还没打 PK 呢，你就收我这么多。来打把 PK 下播吧。Hello。
我都快播俩小时了，也快下播了，你玩一把 TK 吧，你玩什么呢？我都行，你定吧。输了的话就30个深蹲吧。可以。好，那我闭麦了。30个是吧？过程玩吗？过程你说吧，我就下播打一两把，其他时间很少打。哦，行，那你这是平常过程怎么玩在外面？我一般不玩过程的。啊，那就不玩。好，来吧。那我闭麦了。嗯。咱们给榜上哥也点点关注，这把我就快下播了，也快2点钟了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妈呀！我妈呀！这边上七票，你给我上了一个嘉年华。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一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咱们给挂红包的哥哥姐们一点点关注，也谢谢军哥，谢谢我力哥，力哥我今天咋回事啊？我的天哪！华子了，跟我走吧。你现在把你假牙邮过来，我先给你洗洗假牙，我先闻闻味儿，我要慢慢的去接受啊，对不对？你突然间我去跟你的话，我万一上味儿大，我受不了，你又说我嫌弃你。也谢谢军哥，你先把你假牙邮过来，我先闻闻味儿，闻味儿，慢慢的接受。哎，一开始就慢慢就像吃臭豆腐一样，就吃螺蛳粉，就慢慢的先适应一下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就可以接受了。对，就。先把你假牙邮过来，我先慢慢的先闻个味儿。谢谢刘宝，先闻个小味儿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现在就跟过去了，到时候我的我这个样子的话，你就说好啊，既然嫌弃我，对不对？你暗戳戳的，我就算跟你在一起，你暗戳戳的整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没有把握的仗怎么打嘞？是不是？我要先把假牙拿过来，我先闻闻味儿，我在我这边。对吧？我不管是这样闻还是怎样的闻，对不对？都已经训练出来了。你也看不到我闻你假牙，我看不到我这样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我就直接可以接适应了。来北京天天华子，不用了哈。你说我这么多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把你假牙邮过来，我让我先过把瘾。这把纯纯的赢了，这把。我真的是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对，已经免疫了。追梦人说的对，到时候已经免疫了，随便怎么闻。那就算你这样呼山呼山，就算你这样呼山呼山，我都说不就一阵风吗？我56，你22，但我觉得你不止56，肯定有小80。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。我的天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敢跟我抢，我没想到我还挺招老头喜欢的，我真的没想到。感谢也谢谢军哥，我的妈呀！你都把我打到广东第一名了，强子是谁？强子一直暗恋我的一个对象，我待会儿让你看看吧，待会儿让你们看看，一直追我，一直追我那个男主播。对面会守塔，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偷吧？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一点个免费的关注，榜一是王大爷吗？军哥，应该是王大爷。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对，送个小心点赞。
我赢了。哦，太狠了，这对面大哥这么猛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今天直接来个30000票，这太狠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上去就是弄个嘉年华。天哪，大爷呀，我真的不好意思了。哪个大哥是榜一，跟我走吧。妈，这一下打脑瓜疼。那我走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很少这样的。啊，好，拜拜。腰费什么腰？那我走了啊，谢谢拜拜啊。北京欢迎你，谢谢王大爷。喜欢昭昭，给昭爷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点赞。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，我不信我直播间里都是说这种话的。都说这种话的，广东第二了，哦，全站第36名啊！我的天哪，全站第36啊！整有点害羞了，你说说。喜欢昭昭哥姐们给小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。我天哪，你一直在刷吗？不用了，刷了很多呢。我又不打 PK， 你刷的是都浪费了。不知道找谁玩。大爷有的是钱，你把你拐杖邮过来，我先闻闻味儿，先慢慢的适应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这谁，对不对？我适应，我怕到时候我就算我去找你了，到时候你。我就这样捂着鼻子，对不对？你更嫌弃我，就说好啊，既然嫌弃我，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天，什么是地，就给我上一课。就我跟你在一起之后，你就暗戳戳的整我，就报复我，怎么办？我一定要扛揍扛压，对不对？就算你有味儿，我到时候我也不能表现出来有味儿啊。我先培训过，经过培训过，我再去找你，对不对？都没培训过，直接上岗。啊，有老人味的就最讨厌别人嫌弃他身上有老人味，到时候你嫌弃我了，对吧？觉得我怎么着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？喜欢昭昭哥姐们，也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。我想上个洗手间，喝多了，水。哥姐们喜欢招一个招点个免费的关注吧。我大妈呀，我还没打 PK 呢，你送我这么多。抢哥在 PK。我天哪，我全站第三了。被第37名，喜欢昭昭的哥姐们给昭爷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对，送个小心点赞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。我的天哪，今天是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，喜欢我呢？嗨，你好，主播。哎，你好。你这是在卖带货还是怎么着呀？是啊，妹子。有煎鱼的。啊，煎鱼啊。
这个啊，你这要跟我打皮卡吗？嗯，你说玩什么吧。你平时都怎么玩啊？嗯，输的话，你把美颜滤镜给关了吧，我看你是你白还是我白。肯定是你白，那不是。我说的话，把美颜开到头，行吗？美颜开到头。啊，开滤镜的时候样子，我看看你就是没开滤镜的样子，好吗？我没开滤镜不好看，我老丑了。那就，30个深蹲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就这个了，我闭麦了。好嘞，好。大爷，这把你不用给我送了。很多了，已经喜欢小昭哥姐们，对，一人送个小心。我主要是这把想拿个加成。我要上西施十五阶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，怎么回？又摆数字啊！我的妈呀！看对面说啥了。啊，我们输可以，对面有老头，这样。我们输可以，兄弟们，咱们不能怂，盯到这一块啊。如果说咱们有散票的情况下，兄弟们，啊，小子蔫了吧？我蔫了。跟我俩闹呢，我蔫了呀。呼叫你老大，不行，兄弟，你输定了。哎呀呀呀！兄弟们，有散票的麻烦散票，给我打。欢迎您的收听，请上震歌网97mc.com。对了。我的天哪，喜欢小昭哥姐们，还差50页，咱们把加成拿一拿。哥姐们，咱们还差49人，一人送个小心心，把加成拿一拿。还差36人。哥姐们，怎么一人一颗小心，把加成拿拿？喜欢昭昭，给昭爷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不用送了，这把应该是赢了。我天哪，上去就摆数字！我的天哪，我还以为你开玩笑，你怎么这么有实力啊？我的天哪！对，咱们把加成给拿拿，哥姐们。谢谢给小昭支持小昭的每个哥姐们，也谢谢军哥，也是我力哥，力哥我也不知，天哪，我的礼物展馆从来没有点亮过，没有一次，没有一个星期能够点亮过，今天都点到了13个了，我的天哪，13个展馆已经点亮了，我之前很少点亮16个展馆。的妈呀！今天已经点到13个了，今天才星期几啊？哦，星期日。我的妈呀！全站第15名了，咱们给大哥也点点关注。大爷有低保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的妈呀！你是我火箭了，感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对，喜欢昭昭也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，对，点点赞，我就特别开心了。我的天！再去开车，大爷你去开车吧，你去忙吧，我也快下播了。我一共每天晚上下午快下播的时候就打2把 PK。你去开车吧，我这把赢了。不打了，就2把。之前我知道，我只看我直播，经常看我直播也知道，我就快下播的时候就打2把，很少打3把的。大爷可是全网的情怀大哥，全怀大哥，我赢了。哎呦我妹子，你们家上来就属猴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太猛了！我也很猛。你能不能轻点啊？哎呦我的妈！
是啊，那比啥呀，咱那兄弟们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上来就锁猴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正的啊，正的啊，妹子，咱俩互换一下，有时间一起玩一两局啥的，真的，我要复个仇啥的，各方面。哎呦我的妈！下次说。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没事，你今天你下次就是尽量不要拿铲子，我们家人都说你要把我给煎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等他没有大爷的时候再打，等我找到老太太的，别着急。哎呦我的妈！天哪，你升好多级了呀，大爷，你都三十三级了。你去看零级升到三十三级，牛批。今天是小白号。小白号升到三，就是全是刷的华子呗。哦，刷了两个，一个火箭，还有七七八八的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做三十七个了？哎呦，算了。拜拜。咋？加油，妹子啊！嗯。你去开车吧。我的天哪，大爷，你大爷还是你大爷？哈哈，我也没想到，这不是好起来了吗？怎么给宝少大哥也点点关注？对，喜欢小昭哥姐们，给小昭授课期一点赞，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。我不信我直播间里全部是这些虎咧咧的吗？老是长得虎咧咧。我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不打 PK 了。师傅，喝下午茶。我听说你有革命老王啊。我这把不打 PK， 我就想让你们知道。对不对？你老是缺我干什么？干嘛不打了？我不打 PK。我就连你找我连麦，我就那什么，我不打了，这把我已经打两把了。我喜欢你。再喝下午茶，待会儿。我要把隔壁老王赶掉。你再说，大爷都支持我一上午了。我要嫁给你。你怎么说话的你？这谁呀、啊？他一直不要你，不要和隔壁老王在一起。啊、你知道我俩仨月了，有结果没？有没有结果？还不死心？我喜欢你。你头发能不能梳一梳？他是我的追求者，我先。可以。这个主播是这些小黑粉帮我找的男朋友，他们说一个主播长得很帅，很适合我，然后也跟这个主播说的，他就连我了，连我之后对我一见钟情，跟我表白俩仨月了。我说你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的，天天一上一直播，要么就什么亲一个，要么就这那的，这是我的追求。对。你干什么？你头也不梳的。干什么？把你洗回家嘛？干什么？你配吗？啊！你怎么不洗头啊？对啊。隔壁老王对你怎么样啊？对我挺好的。我也对你挺好的嘛，我也挺不错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吗？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你头发怎么不梳一梳呢？啊。那个胡子也不刮刮。干嘛？我家有大白树，我家有红木家具。你来个自我介绍。直播间里三千多人，对你来个自我介绍，连个自我介绍都介绍不好。什么声音？我叫翔哥。你叫翔哥？来自江西。你叫翔哥？来自江西。还没有我好看。我们是王三你嘛？人家说我们两个很般配的。我跟你般配什么了？哪里跟你般配了？一，让你我们两个在一起嘛。我为什么要给不要隔壁老王？隔壁老王年龄大了，我家有地嘛，我家也是大白树，也有车，也有房。年龄大怎样？对吧？我就喜欢老人味。老人味，我也有老人味，我有男人味，我有挺有味道的。你为什么你都不梳一梳呢？再怎么着你也是我的追求者，你我的追求者都这样，那小黑粉们就更给我介绍。低的咣当的就更给我介绍。我是喜欢你，大哥。我不喜欢你吗？分也不行，我分也不大。分也你们家，你说一说嘛。我不要隔壁老王，现在隔壁老王，我比不是隔壁老王吗？我今年二十三岁，你22，我23，年龄刚刚好，在一个频道上。我们两个在这个频道上还不好，哪都不配。配年龄配，一二三，我24，
年龄刚刚好。你头发像机关枪一样，我是97年的。你每次都这样，你跟我表白对不对？我也没嫌弃你是吧？你每次你都不梳头。我们这个频道要杠杆上，忙啥你嘛？我跟你在一起，你说话都不利索。啊，我就我说话不利索，但是我对你好。我就算跟他在一起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对不对？又不能跟别人打架，那总要过把嘴瘾吧，对不对？我领强子出去，那别人都骂到我祖宗了，强子还说你哈哈，对不对？这一看就不合适，我走了。你就这吧，我打不过，我丢下，我还没不要。谢谢我老王。你把隔壁老王赶掉。我为什么要赶掉？我认你。我为什么要赶掉？我想嫁给你。谢谢王大爷。我想把你娶回家。你再说这种话。我不想跟他，你跟隔壁老王在一起，亲亲我。你管我，我还要给他洗假牙呢。怎样？不。我就要洗假牙。你说，我饭堂。我不打了，我打两把了。你看我现在还没开始打。我打了，给我打一把呢。我都1000多票了。你打我是挺喜欢你的，挺爱你的。你干嘛要这样对我？我不好吗？我不帅吗？我不年轻吗？你找我就说这种话的是不是啊？对对，我是喜欢你。让我给你拜堂，你行吗你？对，我想给你拜堂，我们两个是引证，你刚刚好。到了法定节了，刚刚好到了法定年龄，我23，你24，不是我24，你23，刚刚好。你想多了，可以，我不喜欢。验证了，我没有想多，反正你隔着山，我把你知道走。那个什么，请教浅，请教下功夫，那个什么浅，谈言磨成针。下功夫什么下功夫？我下功夫，我必须不。必须把你制造手，我必须把那个钢筋磨成筋，光筋磨成绣花筋，我都可以。我有时间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怕成熟，我不要成熟，我认你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你配吗？对啊，我配，我成熟都不要啊，我认你，我把血，对不对？只要下功夫，写出摩天针不是问题。1000一顿磨，一天不停2天，2天不就3天？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送把演员泡着走的。我不喜欢你死了这些，还让我给你拜堂，你知道给你拜堂，你隔壁老王第八次，我还年轻，看看谁熬这个谁。啊！你这样说，熬不过我的。你什么？谁熬得过谁？你怎么这样讲话？你再这样说，对啊，把大爷给气坏了。对，我还年轻，从50、80，也有几年跟我在一起，那个40、50年，80、90年都可以的。你怎么这样说？你显得我的对呀。我喜欢你，宝宝。啊，我家。大白兔不香吗？养鸡养鹅不香吗？大爷有低保，我有低保，我也有。你这样的话，待会儿大爷就跟你讲，就那啥你，你就好好给你上一课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怎么这样说？啊、哎，那谁能熬得过？我就这样说，怎么说得出口？我是喜欢你，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肝，你是我的小心肝。哎，这都这样说。答应吧，是。你不要跟隔壁老王在一起啊，跟我在一起。那你这样说话，我要打的话，你肯定说不定众筹一下你就输了，就算给你大爷输，你也输了。你演你隔壁老王，这太菜了。隔壁老王怎么了？你是我的媳妇，你不想跟谁在一起？我被吃醋的。你是我老婆。小心肝，小宝贝，我们心是错的，我挺喜欢你的。那你说你要给我打什么？我考虑一下。打什么？哎，给我拜堂成亲。
你要让隔壁老王死掉这条心，死了这条心，死了这条心。那你要是说呢？我说这干嘛又干嘛？我已经打两把了。再打一把嘛。但如果说我要是再给你打一把，这把的话我不会放过你了，我要军训你三分钟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。可以可以。就记着他，就你说的话，就跟你谈天，你眼睛隔壁老王，我要隔壁老王死掉这条心。我辛苦，我辛苦。你如果说你要输的话，强子，我要精神上、体力上，我拿捏你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要打吗？我要衣服的问题，我也有大哥大姐嘛，也有，我也有。很多人都喜，很多人都，对，可以吗？那逼吗？我不信你能赢得过我。这把隔壁老王哥，你不用先，就不用帮小张上，咱们众筹一下，我看看众筹能有多少票。直播间3000个人喜欢小张，强子非要给我打这。